今天是星期天，然后呢就煮了一点青菜饭来吃了，就让小孩去读书了。哎呦，现在的小孩挺懂事的，你看这么小的会煮菜煮饭了。该家给当了嘛？没有粉丝的，好了嘛，好了些嘛。那走。现在点那么酿个五。风扇是。准备吃饭了，吃了饭要送小孩去读书了，就带着衣服去了啊，这包包，还要拿手机去吧，梳子啊，哦，你拿着手机去玩？嗯，啊，那充电宝是谁的手机？拿出来我看一下。充电宝，你拿我看一下，不能够带手机去的哦，你这个啊，嗯，我看到了。你不能带小鸡去，怪不得。我拿妞啊，拿出来了，你看呐、啊，啊，我得拿个丢高富系统书哎。他之前家里有一个手机，现在呢这个就不知道是谁了，我在他这个包包看到了。谁了？啊，你告诉他是谁的。谁给你？哎哎，就这个了，我已经拍好照了，不忘初心。他说是同学的，是他同学的。谁的？租给那个。他就租。租给那个谁谁谁那个。到前一天租。关键的。他有那么多手机？等一下你就帮调查清楚这件事情。现在不是说好了到学校结束之后才可以给的吗？是吗？嗯。被缴了。嗯。那你。但是这个不是被缴，所以给我。不就被缴，你也跟他沟通好，是什么原因？那我不租他的，我不要，不租他的。你偷偷的拿来，还有两个充电宝在这里，被我今天发现的。啊，怪不得晚上说不够睡觉，是吧？啊，有没有？就是上学睡觉有没有？你有吗？自己讲。有，经常一天好多次这个。是什么问题导致这个原因？啊？你要电话打，老师不给你电话打。他办公室有，老师也有，你要那你要手机来干什么？玩。我回去，星期六、星期天都有一部专用手机给他的。难怪你上课老是睡觉。这个调查清楚，还给谁就还给谁，知道吗？其实他人是挺优秀的，啊，就是说，有时候他就是控制不了。刚才我都跟他说了，你才十几岁，在家里也挺勤奋的呢，哎，煮饭煮菜，爷爷奶奶他也挺会照顾的。先回去看吧，晚上老师再具体找人了解情况啊。嗯。